前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根据外媒 Tech Power Up 的消息， SK 海力士公司宣布已开发出 1Y 纳米 8GB DDR4 DRAM， 与上一代 1X 纳米 DRAM 相比，效率提高了 20%， 功耗降低了 15% 以上，还支持高达 3200M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跑出了 DDR4 接口中最快的数据处理速度。 SK 海力士采用四项时钟加倍时钟信号，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还推出了自家的 SenseM 控制技术，改进了晶体管结构，降低了芯片的功耗，进一步减少功耗和数据错误。 SK 海力士计划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出货，将 1Y 纳米技术流程扩展到服务器和 PC 领域，之后再扩展到其他应用领域，譬如我们熟知的移动设备。小科普一下，在20纳米以下， DRAM 工艺分为 1X 纳米、 1Y 纳米、 13 纳米。 1X 纳米位于16纳米和19纳米之间， 1Y 纳米则定义为14纳米到16纳米， 13 纳米则是12纳米到14纳米。在很多高端的显卡上，通过配备了高速 DDR RAM 来提高带宽，可以大幅度提高 3D 加速卡的像素渲染能力。未来 DRAM 内存制造工艺还会减小到 1A、1B、1C、1D 等。在 DRAM 领域里，较为顶尖的有三星、海力士、美光等。